大家好，我是香港樹人大學工作實習辦公室總監張少強教授。今日我是會在這裡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實習課程。樹人大學作為一間博雅大學，除了會秉承博雅教育的傳統，為同學提供不同類型的學術訓練，現時樹人大學的學科亦都會引入屬於工作導向的訓練，希望透過這些訓練可以令同學、令我們的畢業生更具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技能，適應到社會不同的需要。現時樹人其實是有14個學位課程，這14個學位課程全部都已經有實習科目的提供。換句話說，只要你入來我們香港樹人大學就讀我們任何一個的學位課程，你都是會有實習的機會。這一類實習科目那個目的，就它的目的來說，主要的目的來說，是希望能夠做到學以致用，成功地將理論和實踐結合，從而呢提升到同學的社會經驗和對於工作有更好的準備。同一般的實習課程實習的安排有什麼最大的分別呢？對於我們的實習科目來說，就是我們的實習科目全部都會是屬於 discipline specific and credit bearing。 discipline specific 對應學科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實習是會因應著不同科目的學術特質，包括它的課程設計，從而找相關的機構，希望透過這些機構的工作崗位而令同學可以發揮得到課堂的所學。Credit bearing 計算學分那個意思是指我們所有實習的科目，而是我們所有的實習科目都會計入同學的成績。換句話說，同學的工作表現將會是他一個是在一個學屬於一個學科裡面的表現。我們的實習科目主要來講分做兩大類別，一類是屬於專業的訓練。專業訓練的實習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令同學透過實習可以獲得專業資格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屬於這一類的實習課程包括有以下這三個部門的實習課程：輔導及心理系的實習課程，同埋社會工作的實習課程。除了這一類專業的實習訓練之外，我們亦有一些屬於通用工作技巧訓練的實習課程。以文學院來說，就有中文系的實習課程、英文系的實習課程和歷史學系的實習課程。商學院來說，有會計、工商管理、企業管治及風險管理、數碼市場、經濟及金融、法律與商業，這一些的課程都會是有實習科目的提供。社會科學院亦都是有相類的課程的，包括是屬於心理學的實習課程、社會學系的實習課程。就同學在實習裡面將會去到哪一類的範疇、哪一類的機構來去進行實習呢？我們大概括來講分做四大類別的。第一類是屬於文化和藝術的組織或者機構，第二類是屬於商業的企業或者社會的企業，第三類是社會和社區的服務行業，最後一類是教育和研究。這四大類別的提供主要的考慮，是看到過去我們的畢業生往往都會在相關的這些類別去尋找他們的工作，去找他們的出路。而且這四個類別亦都是現時來講有相當大的需求，亦都需要相當多人才的一些的行業。 OK， 特別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屬於教育和研究這個部分，因為樹人確實有不少的畢業生是會繼續去進修的，所以在我們的實習課程裡面亦都會有相關的訓練，希望令他們能夠有更豐富的研究經驗，能夠更快去適應到、符合到一個 進一步、去到進修這個水平的研究的要求。從數字來說，我們現時的實習機構和我們有合作的機構，意思是有聯絡的，和我們有已經有聯繫、有聯絡的有超過550間，
已經每一年會同我哋合作，即係會提供我哋實習機會嘅機構咧，有300至400間。而每年我哋提供俾同學嘅實習職位咧，有600至800個。一般嚟講，我哋嘅同學大部分會係喺3、4年班去做實習噶。咁部分課程會安排同學喺2年班，咁就唔會係喺1年班就會出去做實習。因為我哋係好希望，首先大家要對我哋嘅課程有一個基本嘅認識，先至可以再派大家出去做實習。亦都只有係咁，先至可以合乎理論同實踐去結合。除了課程上咧，我哋為了提升同學嘅實習嘅表現，長遠嚟講，亦都係為了提升同學嘅工作表現咧，我哋亦都會有好多好全面嘅配套支援俾我哋嘅實習課程嘅。以實習前嘅嚟計咧，就包括有網上嘅工作評核啦，同學可以透過呢啲網上嘅軟件去評核一下自己嗰個就業生涯嗰個嘅特性，自己嘅能力究竟喺邊度，亦都有網上嘅個性嘅測試，睇睇大家嘅個性係屬於適合邊一類嘅行業或者邊一類嘅工作。除此之外，我哋都會定期舉辦唔同類型嘅訓練嘅講座，提升同學嘅工作間嘅技巧啊、溝通技巧啊、一啲工作上嘅禮儀啊等等。咁而每一個科目，每個學系都會為自己嘅同學就實習科目咧提供簡介會。咁面試係一個相當重要嘅環節啦。所以為了提升大家的面試能力，我們也會是有一些模擬的面試這些的服務提供給同學。與此同時，我們也會有一個 CV Clinic 的服務，意思是指同學如果寫了一些履歷回來，我們是會有同事幫你去看你的履歷寫得好還是不好，從而給你一個意見，讓你提升你那個履歷的書寫。這些是屬於實習前的配套支援。實習後的配套支援就包括這四項了。首先，我們會有一個優異實習表現獎，每年這樣去頒發給在工作實習裡面有出色表現的同學，亦都會有一個實習證書。除此之外，我們會就同學實習完的同學，做過實習的同學進行一項調查，幫手去量度一下，去評核一下，透過實習對於他的競爭能力究竟提升了有多少。當然去到最後，我們也會找同學去分享他的實習經驗，舉辦不同的分享會，讓同學和同學之間會有更多的交流。如果想對我們的課程實習課程有更多的認識，可以瀏覽我們工作實習辦公室的網站，或者去我們工作實習辦公室的 YouTube Channel， 是可以看到我們相關的活動和相關的課程資料。如果需要聯絡我們的話，可以用這個 email 來找我們，也可以打這個電話來給我們。今天我的簡介到此為止，多謝大家。